女洛也是佛教里头来的。大慧高士他的师父圆悟成的书记啊，念成书问好，在旁边做秘书长，叫书记。哎，朱元璋政府里很多官都是用佛教里头丛林的职务拿来做官的名称。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很多官们也都是佛教，譬如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总统是佛教的，明朝的和尚官，一省里头挂和尚宗教局长，那个名字叫总统。所以我们蒋老头要剃得光光的，是总统。啊，这个历史你们不懂，一懂了我们懂得看的，哎，这个时代哈哈大笑，真奇怪，这么个时代啊！大会搞是袁无情的书记，他自己本身太聪明了，袁无情说别他插话头，袁无情教别人不用插话头，就别他插，结果大会搞插话头，然后做了书记以后，看师傅的人太多，名气太大了，有时候来不及啊，这个袁无情就叫大会康兼做只开始陪客人吃饭，他一边陪客人吃饭一边吃菜，拿去筷子啊，像夹菜，筷子就停在中间了，饭碗端到家干什么，他心里穿话头忘记了，想去夹菜，刚好师傅过来要会搞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样这个样子，即使他知道师傅会搞，你怎么这样，哦，师傅一讲他讲，他师傅啊，这个时候啊用功到这个插画的时候，他好比啊狗舔那个热油锅，那个狗啊看到一个油锅出来了，热烫的，要舔嘛舌头拉那么长不敢下去，不舔嘛口水整地舍不得，他说我用功插画就插到时候像狗舔那个热油锅一样，要我不干了，我放掉嘛舍不得，要拆下去嘛悟不了，好难受啊，就这个样子。袁无情一听，你好，比方的好，用功的好，拆下去，是这样。但是你听，我看你们要多说说，你们这一班同学碰到老和尚，大会搞又是他老和尚前面的书记，又是支开，就又是首都，啊，真是当权派的还得了。有一天站在旁边丛林底下的那个茅坑叫东施，都收在东边，左边右边，左边的以前的老茅坑一排的啊，你们没有看过铜陵墙茅坑，成都当年宝光寺就有了，我们去参观茅坑里头 一个木板一排，大家坐在那里，彼此的白白的花花的屁股都很清楚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也没有超值，也没有什么啊，他我们这个师兄看到过竹片，毛竹片一片刷得光光的啊，然后一片晒得干干的丢在那里，放在那里，乌拉大便以后拿一片后面哗大一刮，刮完了以后一个水桶桶丢进去了，关茅坑的叫东施头，种菜的叫源头，这个东施头的人每一天来把这个每个竹片子拿来洗干净再晒，晒好了来再放这里用，
所以我请都四川一个师傅叫光浩老和尚，这个活的罗汉，有机会我讲他的故事给你听啊。他就在道光寺做了3年的镇头师。我说师傅啊，你这个真了不起。他说应该的。后来我问他，你那个朱雀子又出息了以后，哎，他说我啊洗了干净以后还在脸上刷一下，就怕把人家的屁股刮破了。你看这个心思，这个作风。所以大伙还搞啊，在这个元武城前世，有一天陪客人吃饭，师傅讲了会搞啊，他看到大会搞指甲那么强，了解元武城这些大老师的教育，你看厉害了，会搞。我看东石头你都没有担任过职务吧，指甲留那么长，又做书记，在老方丈房的旁边挨到又宝贝一样好啊，又在科技劳务都没有做，厕所你从来不会去看的，不会洗的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大会哥把指甲剪了。贾师傅靠工作镜头是去洗厕所去，做了好3年一年多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像你们啊，真的叫你做一点这个劳苦一点的事，那个时候你绝对无我，劳动的时候无我，吃包子的时候绝对有我。人们佛法是这样，劳动的时候是空，吃东西的时候是所有，不得了啊。你看大会搞成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大彻大悟了以后，文章也好，品德也好，样样好，他的老师教育好，参化着他这个以后再留下来，到了清朝，现在禅宗留下来就是个话头了，念佛是谁吧，神女传，看看过去比丘尼成就的人好多，当然都是古代，过去的高僧是真高，现在的高僧是身高。过去的神女真神，现在的神女疑神啊，所以自己要发心，为了佛法，为了佛教，大家发心好好修持，与后代把佛教重新振兴起来，与后代做一个榜样，改变一个时代，改变一个佛教的历史，那是你们了不起了。《神女传》你看了，知道唐宋以前的历史，受这些了不起的比丘尼影响的好多事。你们晓不晓得历史上有个隋炀帝，晓不晓得啊？好像还是岭南佛学院毕业的老同学，去当皇朝帅，他是个坏皇帝，对不对？他的爸爸是个好皇帝哦，叫隋文帝啊。他的爸爸名字叫杨坚，坚固的坚。生下来孩子的时候是给比丘尼，因为尼姑带大的，养大的。他生了这个孩子后，这位比丘尼就在他家里附近，
当然很熟了，养家的家庭很了不起了。那就生了以后，就成哎，这个你，比如说你这个你姑师傅，你姑你姑两个字跟和尚一样，在过去比丘尼中文把它拿出来一个尼字，姑就是姑妈的意思，等于天主教里头叫出家的修女，啊，在外国人还是叫姑妈，妈妈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现在人家和尚你姑好像变成不好听，是非常尊重的名称，就是比丘尼姑妈啊，就是把它看长一辈，所以中文叫做尼姑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养这一生下来，哎，你们吃点心啊，我就常吃点心的空的时间讲话啊。哦，要出去吃的吗？送将来的阿弥陀佛，这些人服务的都是菩萨。这位比丘尼就过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你们家里福气不够，但不行，送到我那里，我来带。他们父母都很相信这位尼姑，我们那边土话叫师姑，就师父姑姑啊，就送到这个师姑安城。这位神尼啊，后来情况他真要神通的啊，不准他妈妈等于说交给幼稚园里，一个过几天来看一次，你少来看，你讲他的生他妈妈夫妻压不住。不过家里父母对这位比丘尼都很恭敬很相信的，不准你来看，不看，过几天来看我会带。然后这个他也没有告诉他父母家，都是他招呼啊。有一天这位比丘尼出去有事回家化缘去了，他生他的养家的生他的生母来了，一下给孩子洗脚，洗个脚帮忙这个师傅，这一小洗了脚也不小心把孩子滑到地上跌了一下，谢谢，跌了一下，这个师傅刚好回来，比丘尼就讲他妈妈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你把我的孩子跌了，吃了十年当皇帝啊！”他就告诉妈妈：“这个孩子将来当皇帝。”所以中国的佛教唐以前是隋啊，隋炀帝嘛，就是养奸创业叫隋朝啊，隋炀帝。所以隋炀帝的信徒，而他在佛教庙子里长大，那过去多少这些历史你们要看看。佛教盖圣旨庙子培养出的人很多啊。在王修史上有名的不大漂亮的也蛮多，比如另外讲一个，就是给你们做点心吃的啊，你们吃点心，我来加糖加盐加酱油，这个意思，你们吃不要客气，因为吃点心的嘴巴听话是耳朵啊，要六根分开并用。唐代有个念成读书人很聪明，哦，在中国历史上好多了不起人都在庙上读书出来，
像我小的时候呢，那行胜寺了法师就是我那个小地方。像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南家有个家庙，现在也没有了。家庙，我也在庙上读书。我南家家里很怪，一代总要出一个人出家的，所以那一代那个和尚说，我叫公公，只有一个。啊，庙子是冷庙孤生，就是一个和尚。另外有个和尚很有名气，经常出去了。太虚法师的大弟子资峰法师，就是我们那个小庙上出来，你两个还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庙上啊，小庙啊，一个和尚啊，就我叫他公公的，也是生男出家。我的父母啊，过年呐、啊，有一年过年，阴历过年，都不叫我回来，在庙上读书，是这样说。最麻烦那个庙上后面堆的都是棺材，几十空棺材，可是我胆子小得不得了，到了夜里啊，又哪里有这样啊？青油灯一个，后面是棺材，碰到我那个公公和尚，又是个白子，眼睛都看不见，我还让他去做功课啊、念完了，那个脚啊，就在后面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就拉到擦衣服，又怕鬼，公公啊，他阿弥陀佛，我说快一点，公公你念快一点，所以他念他的，我念我的，哎，这个故事我还那些孩子们都不知道的，现在想想那个味道那好。怕鬼嘛，所以他在前面，你阿弥陀佛，我拉着他那个和尚袍子反着来看，不要鬼跟来，说他阿弥陀佛，我说你快一点公公啊，阿弥陀佛快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讲当年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在庙子上读书，有个年轻人叫王勃，在和尚庙上读书的。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寺庙对于社会做了什么贡献，大家都没有留意，一百年都历史的。中国这个民族历史上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，都靠一般人自己做慈善事业，没有一个法令规定的社会制度啊，福利的制度。所以所有这些和尚尼姑的庙子啊，出来就是代表了政府做了社会福利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。这本书这一篇论文没有人看出来，没有写出来，真可惜，我也没有时间。哎，你们这些大教授们动动手啊，替佛教盖深深渊啊，做了好多好事，人不知道。当然佛教界也有不少坏事啦，不要客气了。好，这位怎么样呢？读书读了好几年，很穷，大概给小和尚啊、大和尚搞不好，大家一看他没有出息，哎，这个庙上多一点人啊，敲板呢、啊，打钟吃饭，大概年轻和尚那些闹了别扭了，哎，就先吃饭，吃完了啪啪啪打钟，他也跑到斋堂去吃饭，大家已经吃完了，他这一下又整住了，不是，不能再在庙子上，一定给出家和尚们看不起了，就出来了。后来考取状元，做了宰相。这个人离开这个庙子的，在墙壁上很感叹，写了两古人喜欢提笔，啊，就等于现在的人啊，年轻人到那里树上乱刻字，啊，我老大爷到此一游，那个味道，你看到？啊，古人喜欢提笔提人。
他上堂一了是郭西东啊，上堂吃饭，大家吃完了，每个和尚都回疗房去了。过惭愧设立饭后中，很惭愧，这些大师呢吃完了饭就打钟，他上来一个当啊，但是没有饭吃，就写了两字在墙壁上。做了20年后，做了宰相，回到这个庙子上来，庙子也知道他当了宰相。他回到庙子上一看，他原来写的墙壁上这两句诗啊，还把这个和尚们把他用嚯最好的沙子把它撞起来，那现在讲最好的水晶玻璃把它镶起来，这两只是摆在那。上堂一了郭西通，惭愧设立饭后中，不是饭而中啊，惭愧设立饭后中。他看到这个和尚们把这两句诗给他这样一来，这一下子和尚他拿起笔就接下去了。20年来尘破灭，而今方得比沙龙。讲起来，我们看看和尚庙里头啊，宗教教堂里头都很势利的呀，自下前看。自下法理看，并不是这一回事啊！你说一个不讲正的人，老是庙子救济院也要赶人出去的，这就是很有名的历史。向堂一亮郭西东，惭愧设立饭后中，20年来尘扑灭啊，而今方得比沙龙啊，方得啊啊，师德还是方得，反正这个没关系啊。好，但是你说王勃这个人，他会恨这个庙子，绝对不。可见出家人给他了，有感情深得很。你赶他出去也应该。如果犯上的庙子再给他吃下去啊，他大概公面还考不起，这样当不了，太现成了嘛。庙子这个环境多好啊，你们说年纪轻，幸而出家，饭来张口，茶来亲手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庙子我也住过啊，这个师兄我们。哎呀，我这个师兄，你看我都欠他的钱，来生下算还他债，是很可怕的。换句话，你们年纪轻轻，何德何能啊，受十方的供养，要注意啊，自己要拯救自己。所以刚才一个年轻人，老和尚正讲完了话，慢腾腾讲了嘛，上座的，好了。假设我的学生的话，就是啪啪两下就把它水下去了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还要老功夫给你看看。所以但是把他给母来他的话，正好等他给老婆人磕个头忏悔了，我讲很亲爱的话，年轻人，既然发生出家，应该不要自欺了，当成真正。可惜他连我的这个字都拿不到，我那时候拿到保持10来年还可以卖10000块钱，所以南木人亲自写给我的，10000块钱一定卖得起。好，讲王勃，你说他在庙上有恨的吗？没有。他还有一首诗啊，20年前此愿有啊，
他回到这个庙再看，心里很难过。他并不是为了吃不到饭难过，这个和尚们跟庙子那么多年感情，20年前此愿有，此愿对有，木兰花法愿，愿生心收，木兰花不是这个兰，木头的木。木兰花法法愿生收啊，这庙子刚刚盖好，真穷到真兴趣，20年后自己这个月怎么样到去转一下，穷到真兴处，树老五花生白头啊，你看他的心情，他的感情都难受啊！他对这个庙要子，你看我们这位通用法师，我们俩师兄弟，50年前的时候见面，你看，同样的，成日兄弟，20年前此月又木兰花花之月生收啊，而真从到真生出树老树长大了啊，树长不能开花了，衰老了。老和尚呢，少年时候那些老和尚朋友生白头啊，变成老和尚了，你看他多大的感慨啊。树老五花生白头，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旦光，四大在空下，两句告诉你记得。他听了这位小听了，这个好句子，就是这两句就够了，上面的人不能我看你们那么爱好这个文手也是好事情。哎呀，每次你们一打坐两腿一盘，就是这个胸针，收拾起大地山河一带装，四大带空相。君以切事，不起妄想。就是说，现在不要开黑板，等你下座，现在先用功体会，我讲，你听，
这是观音法门耳根耳入，也就是声闻众，用声音说了。佛这么说啊，具切时在平常的时候不起妄想，不要乱想。第二句话，一句妄心也不熄灭，妄想来了不要另外用个心把它压下去。又说这都圆觉真相，好好去念咒，知幻即离，妄想本来是幻假的嘛，你空妄想干什么？妄想来空你呀、啊！那一个妄想永远在心中能够停留吗？昨天的妄想今天有吗？明天的妄想没有来呀、啊，前一个秒钟的妄想过去了，下一秒钟妄想你不要去引发它了。所以知幻，知道妄想是幻化即离，一知道妄想已经跑了嘛，你还要起个心来压妄想，那不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加上去了，告诉你不增不减嘛。心经不是告诉你不增不加也不减吗？是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用个方法，用个什么念咒啊、观想啦、啊、止观啦，用什么方法去压它？知幻即离，不假，假就是借的意思，不借一个，不借用一个方法。离幻即着，离开了幻，知道妄想，这个知道了，妄想已经跑了。离开了，现在不要吵，心中体会，现在一吵有什么用？又不是纸来，那个笔跟纸那个参禅呢、啊、是你参禅。下座再来抄板子的。我再讲的啊，知幻即离，你知道这个是妄想，妄想已经跑了嘛，那个知道的没有动啊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另外借用一个方法。离伴记住，妄想一定跑了，你知道妄想这个灵灵就就这个非常灵光的灵明的，它本来这就是就觉觉圣嘛，就是众生自己的觉圣。离幻记住，本无次第，没有说一步一步功夫来的，次数为如来大圆作业，大圆满，这个就是禅。一门深入，一刀就进来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知幻即离，圆作真相的啊，不假方便，不要借用任何方法。离幻即就离开幻了，本身作性就在这里，本无次第。哪里有个菩提到次第啊？菩提在觉也，我的话放狗屁一样讲过了，屁用都没有，懂了就拉倒。此所谓自性本空，你看我也不讲了，你也蛮清净。记住啊，
居一切事不去妄想，欲居妄生也不熄灭。圆照经上佛说的话，居一切事不去妄想，欲居妄生也不熄灭。自害即离，不假方便，离害即走，本无次第。你把这几句背来，做个咒子一样的念，你就会到了。不要念，念就是妄想。你们都说看过我的书，很多人说啊，老师啊，我看你的书啊，怎么好啊，怎么好啊？我说哎，哪里不敢不敢，我乱吃一堆。他也骗我，我也骗他，书给他那样都这样骗一堆，根本就看了也没有看，没有懂。看，譬如我写的《楞严大义》，上面都讲了。由于我写的有一首偈子，也就是诗，在《楞严大义》这个书上面讲妄想问题的，你们哪个的答得出来，请你吃素包子100个。答不出来的、啊、你们在了，我自己吹自己背给你听。秋风落叶乱未飞呀，秋天到了，树叶子掉下来，被风吹的一大堆，地下都是。少正还来千百回，秋风时候，秋天少落叶，以前的深山里头小姑娘去干这个事，把院子的树叶掉下来扫干净，扫净了，刚刚扫了，一阵风来，树叶子又掉了一大堆。扫净还来千百回，一笑，哈哈，罢休算了吧，闲去做那个扫把，不要丢掉，自己坐在那里，任他。就地自清灰，让这些落叶让它落吧，落下来在地下自己变成灰尘了，没有了，它走了就被你把变灰尘了，哈哈，所有的妄想在心中，你现在两腿一盘，管它呢，秋风落叶乱未飞，不要去压制妄想，想个办法清理它，少正还来千百回呀、啊！一笑罢休，携去坐，任他逐地自成灰。谁说的、啊？有个姓南的那个家伙说的。我初到台湾讲佛法说才开始，后来台湾还有些朋友说他不是男的了，是男是他的假姓，因为他说佛嘛，所以跟到南无阿弥陀佛嘛，所以他故意弄个姓男的，嘿，还到去问人他真的姓男吗啊。哎，后来我也听了蛮好玩哈、啊，哦，原来跟那摩阿弥陀佛那个同姓，哈。你看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我在上面乱说，你也听见了，外面车子叫也听见了。一切杂乱声音都听见了，
从你的心中明白的心有没有妨碍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然后心里头也在妄想，妄想也跑掉了，从你有没有妨碍也没有妨碍，就是这样一做，这一刹那一大字一弹子之间就了解了。此乃观世音观自在之方便法门也。以道家的人来讲，有两句话讲修行做功夫：开口神气散，地动火攻寒。这是道家的话，也蛮对的。一开口啊，神气都散掉；一动，心念一动，火攻寒，就犯养下面的火啊，就不行了。这个饭就做不熟了，这个火候就不到家了。想当年我的老师袁先生，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啊在重庆山边的散步，他就拉到我说：怀正啊，你惨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没有事了，我嘛这一趟来找到了你，我交代了，没有事了。你呀将来找你同样的一半的人都难哦。当时古人说，当时自是平常事啊，过后思量倍有情。我到现在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学生，我也不是老师，快找不到那个学生。诸位都是我的朋友，不要把我当老师啊。要做我的事情条件难了，四法出四法，中国的外国的蒙的武的都要有一点。光说问也没有用，还要真正有修持的功夫。光功夫也没有用，还要真正的智慧。我也知道找不到，你们的事，谁的事？诸佛菩萨你们自己的事，我这不管。佛法也不是我的事，文化也不是我的事，我已经正身正离了。你们要讲禅宗，刚才讲到听声音观音法门，因为要禅宗，禅宗不是话头，是最没落的事了。过去的禅不是一定跟禅话头，人生事法与时俱地都是问题。禅咒就在生活日常起居做人做事
里头就是禅，昨天提到大会稿提倡禅话头，他晓得后代的人没有办法，智慧没有那么高了，用了这个方法，在大会搞一些参话头的方法，元朝以后再开始真正的流行了。宋以前大会搞以前是他的老师，刚才讲胶州城，就是成都胶州市，也叫元武城，三师兄弟，好像都是四川人，这一代威风很大，声光很大。可是元武城就卖参彩，怎么悟道的呢？他的师父是吴祖衍，前天不是讲过吴祖衍说法，说一个小偷的故事比方吗？就是他。元武城年成是追随他的，跟在他旁边做事在好几年了。吴祖衍的声望很高，有一天有一个做官的，过去做官都是功名考起来，学问很好，文学很高，来问吴祖衍，当然这个人在家里都是用功参禅的了，师父啊，佛法有没有一个直至人生禅宗，有没有个很两丈很迅速很快的方法告诉我一下师父啊？哎，吴祖衍一听啊，笑了，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啊？小大小小眼，眼力的眼，等于那个小姐们太漂亮太眼力，那个眼小野诗，现在讲啊就是黄色的诗，风流黄色的风流诗，那你有没有读过小野诗呢？那是故意逗他的。这些人的书都读得很多，师父那当然读过了。他古人有两句诗你读过没有？什么诗啊？贫富小玉是虐物事啊，只要豺狼认得身。这两句诗怎么讲呢？这个小姐给这个表哥来讲恋爱，是古代啊，不是现代啊。现在讲恋爱很简单，两个人手一拉一抱，五花大绑起来，两人抱在一起哈，手搭手，肩背搭肩背。我叫他说，当年绑上犯人绑上沙场那个样子，五花大绑，还现在那么简单，当年可不同意。啊，要见一面还偷偷的看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位小姐啊，要通知这个表哥见个面，这个人难了，也不能通信，又不能打电话啊，就叫丫头，丫头的名字叫小玉，小玉啊。啊，这一声啊，不是真的叫丫头叫小玉，是给隔壁那个表哥听到我已经在这里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黄色的小故事，可是文学的很美了。这两句是贫富
小玉原无事啊，只要谭郎认得生啊，只希望那个阿郎，就是那个表哥认得我的生命已经在这里了。